要把那个鼻子弄出来。不是，因为他慢慢翘，鼻子比较高，像脸比较矮啊，所以他会有浮雕的感觉。嗯，有想过这个？高干。慢慢翘，快点。那是做磨的比较方便，磨的比较方便。人家好多年，他从八岁开始学，再学几个小时，就要跟老师一样。下做那个兔的那个，这样就有凹凸了。要跟我们的雕刻一样吗？跟我们的木雕一样，也是这样。